废话不多说，直接来开箱 CS 工作室荧光明系列最后一支七代木火影鸣人玄王立彩盒上就写一个七加上一个小图案。既然主题是火影共鸣，那我当然选 B 款的七代火影造型了。运输箱一样是宝丽龙跟轮回山绑带，一共有两层，但零件非常少。胸像旗只是另外记得那个影片我附放在后面。多余的洞是 A 款的位置，仙人模式跟螺旋丸的位置。废话不多说，直接看细节。底座的九尾蛮可爱的，有著名 AB 款编号跟它 CS 的标志。传统的大圆盘底座写一个七，石头跟树应该还是天花板，但我实在有点疲乏。比起前面几代惊喜太多，相较之下这款就觉得比较单调。最有特色的应该就是这个地狱拉面汤头的九喇嘛了，都快闻到烙菜的味道。还送我一张贴纸，很有手作感。转后面的树跟石头细节都很好，连同火之翼一起藏在看不见的背面。这神明的那只吧，不要骗哦，上色质感蛮像我桌上这两颗。指甲也修剪得非常漂亮，鸣人这组的很会养尾兽，每一个指节都还有往外做出一些流动感，这样表现应该是蛮创新的，有点像毛流，又有点像血管的透明实体化。再来看这颗大狗头，眼睛非常像蛋黄酥，整个就是大麦芽糖，深色处做成焦糖呈现，我觉得蛮好看的，摸起来也很舒服，透明件也很闪，表情也蛮凶的，跟上一款卡店的雪佐一样，又是一个很创新的设计。口腔的上颚也有胶带 ，CS 非常注重产品的完整性，就是背景特效都不给完整而已。那这款狗头是不能自己发光的，所以拿出我300块一盏的紧急照明灯投射。真的是极高的品质，想必平常吃了很好的饲料，难怪这一款这么贵，合理。组装上狗头，屌，帅，买，买爆。再来看Naruto的背影，阴影皱褶什么的，该有的都有。火焰看起来又有雕出区隔，正面一看就是高级布料。裤子夹的亚麻纹理彰显火影的财富，摸起来很舒服，而且吸湿透气，保持干爽，穿起来又很挺。无影会弹穿上去也不失礼节，皮靴也是相当的帅。还有另外免费露出一些些小腿，不亏。这个鞋底我觉得可以。来看你们最在意的蹼，我觉得还行。然后来看这个逆通灵之术的卷轴，也是彩箱包装上的那一个图案。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高柄的花纹？内侧有一点做旧，卷轴发霉的感觉像蟑螂大便。出处是修炼仙人模式的佩恩篇章，但可是我买的是影造型影共鸣啊，就是这个卷轴。来看大家最在意的头雕，品质是很不错，也不是说不好看，但就有点不像，好像不止有点。这颗尾兽玉质感真的让我惊艳，超级纯粹的感觉，没有杂质，也没有纹路，也刚好外面那几颗球没有很多，不然很像 COVID-19， 绷带也缠绕得很写实。我的掌心间好像有玩过泥巴要干掉的痕迹，其余品质我觉得算很好了。四个在忍者卡通内毫无伤害的兵器，大概放在这种位置，我是直接省略不装。品质也是普通而已，一怕损，二怕遗失。再来就是一整面墙的雕像摆出来，这几根有装跟没装一样，干脆回箱子。废话不多说，直接组装，丢上卷轴。这边要先安装尾兽玉，再站人上去。我故意先做一个错误的示范。早点发现后面是逆通灵之术，我们就选贤明的，或是高配典藏。安装上发量多了一排的头像，名牌是跟以前一样，就像遇到了好几年前的初恋，没什么变一样漂亮。这灯孔有够难找，我找了3天藏得很好，开灯非常闪，这样看加上斗篷我还以为买了炼狱信兽郎。点灯之后九尾的牙床非常的凸显。废话不多说，组装完成。高度约61公分，宽度约32公分，深度约27公分，鸣人约21公分。那这是替换胸像旗子，每代都有的，我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分开寄。各位看得出来两颗替换头哪里不一样吗？没有。其他六影有绘图、有百毫、有写轮眼，那还合理。给我一模一样的，只能当备用替换件了，不可能放错颗吧？那今天的分享到这边，谢谢观看，记得按订阅，拜拜。干，放不进去。